我给你打耳朵吧，快说。我会，哎，怎么？哎，我给你。哎，我真的会。哎，我自己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给人打耳朵？我喜欢人家给我打耳朵。怎么打耳朵？就拿头发打呀、啊。超爽，我超级会打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老公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巨爽，真的。我，哎，老公，你试一下。来，你想看？我来试一下。啊，好爽，好爽。但是前提是你们得爱打耳朵。看我的眼泪，看到了吗？我也要试，谁来帮我？来来来，给他打一下，让他爽一爽。很爽吗？真的很爽吗？啊，好爽，巨爽，好爽，好爽，爽爽爽爽爽。他的表情。他妈。啊？要打耳朵。怎么打耳朵？是这样。嗯，好了吗？来来来，看我这张。啊，好舒服。你得进来呀，不敢进去。好了，没事的，这个很软的，没关系。我帮你看看，我给你掏耳朵，我看看你耳朵里有没有东西，爽吗？哎，你爽的不理我了，爽吗？喂？看看好玩吗？差声一点。安仔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舔你的耳朵。你别把胖胖掏聋了，我不会的，帮你拿着吗？举高一点点。怎么样？我这边帮我掏一下嘛，我这里面很多很精彩的东西。很多很精彩的东西。你的表情也很精彩。嗯，拜托擦深一点。是耳棉签和耳朵的关系。好了，干净了，干净了。宝贝，你们伺候得好舒服，我要去睡觉了。